迎接跨年假期及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加东农会的热门行程透红家人小旅行格外受到关注。今年加东农会积极拓展六级产业，除了打造透红窑坊，提供亲子 DIY 莲雾料理，透红家人探索馆，还有透红家人梦想乐园观光工厂，让游客透过游程一探屏东莲雾的故事。农会目前所经营的透红家人梦想乐园那目前还蛮多的好朋友们跟游客来参访哈，然后透红家人梦想乐园我们包含了有我们的透红窑坊那就是一个石农教育亲子可以做窑烤披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可以亲子互动。然后除了各个馆潮人气，近期加东农会也置入海丰绿地园地，有莲雾巨人装置艺术、莲雾家族彩绘墙，都很适合民众拍照打卡。我们透红家人探索馆就是以莲雾的大小事在我们透红家人梦探索馆都可以去体会到看得到那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方。然后我们的海丰绿地莲雾巨人有七颗莲雾在海丰绿地上面迎接的所有的好朋友的来参访来拍照打卡，还有我们的梦工厂那都是一个好地方好打卡的一个场域。结合芳寮艺术村蓝皮意象馆，近年加东农会主打透红家人小旅行引起关注，而目前虽然各项游程皆采预约制，但农会也预计后续假期改为开放制，欢迎乡亲踊跃电洽加东乡农会或上网了解相关资讯。记者卜怡婷、张志豪采访报道。